顾乔，喂，顾乔，这位女士，擅闯我房间，请问我认识你吗？你不需要认识我，顾乔。既然你人没有找到，还打了我，我想现在有必要认识一下了吧？认识就免了，抱歉。不是跟我说不要让我后悔吗？我就想着我也出轨一次，就和蓝雨扯平了，可我根本做不到。从下车走到酒店门口一共183步，每走一步我都告诉自己，过了今天我们就扯平了，我就原谅他。就像每一次他犯了错求我原谅他一样，结局还和以前一样。可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想通了一件事情，这么多年了都是我在骗我自己，他根本不爱我。
栾宇呢？栾宇很忙，这么大个家业，没空天天围着一个女人转。还真像他的性格。说吧，闹这么一出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我要离婚。离婚可以，但是话要说清楚，不是你要离婚，而是我儿子要跟你离婚。这个离婚补偿费是怎么回事？既然要离婚，那就要把账算清楚。栾宇跟你结婚不到一个月，但实际上你一毕业他就一直养着你。这些是单据，时间、地点、金额以及消费缘由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。太琐碎的我也懒得计较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直接问律师。你好，我是阳光律师事务所的金牌律师何明。我想提醒一下古女士，法律只相信证据，没有证据很难断定到底是我方当事人主动送给你的，还是你利用他对你的感情进行引诱并威胁得到的。由于涉及金额巨大，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利用情感引诱实施情感诈骗。诈骗？你把他送我礼物说成诈骗，那他出轨算什么？是不是站在你的角度可以说是一时冲动，情有可原啊？栾宇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通过给别人花钱来寻找优越感，他给古桥买礼物从来没有考虑过古桥是否真心喜欢，只是一味的沉浸在自我感动中。二位，我们今天要商量的是你们二人的夫妻财产分配问题。我们言归正传，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是20万，离婚平分的10万已经扣除，你余下花费的其他费用皆是栾女士名下的财产，栾女士有理由让你全额退还。我今天来是跟栾宇离婚，不是跟他妈，让他过来见我。不好意思，我受我的当事人栾宇先生的委托，全程负责你们二人的离婚诉讼案。现在我正式代表我的当事人向你提出诉讼，要求你3日之内还款，否则我们将诉诸于法律。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刚刚路上出现了一点小状况。郭老师，您来的刚刚好，辛苦您了，请坐。郭老师，我之前在电视上看过您的普法讲座，没想到还真的能见到本人。您请坐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那郭老师，这件事情就拜托您了。没问题。古桥，我们走。那咱们开始吧。好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找的律师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我就知道他妈没有那么好对付，所以提前联系了顾老师。谢谢你哦。谢什么？有我呢。乔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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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担心死我了。你不是不敢来见我吗？不是。是我妈偷了我手机，她模仿我的语气跟你发的信息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今天回来，我真的有好多话要对你。从你妈给了我离婚协议书开始，我就跟你没话可说。我妈说了，那账单就是个激将法，她就是想给你一点压力，好让你原谅我。老婆，你不在的这些天里，我每天晚上都失眠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栾宇发誓，从今天开始，不会让你为我流一滴眼泪。我妈答应我了，只要不离婚，
那离婚补偿费他绝不追究。婚礼我们再补办一次，这次我们去森林公园，去海岛也行。我要给你买全世界最漂亮的婚纱和水晶鞋。做梦！栾宇，我告诉你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离婚补偿费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妈，咱俩不是说好？该赔多少钱不是你说了算的，我们会按法律程序走，该赔的钱一分也不会少。栾宇，这婚我离定了。不，乔乔，乔乔，妈，咱俩不是都……妈什么妈？跟我回家，走。不是，回家。妈，我都已经快打动他了，我都快成功了。谁说的？不是，走，我。还好你陪我回来，要是我一个人的话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好聚好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还是等律师出结果吧。嗯。啊，喂，爸，怎么了？顾桥的事儿忙完了吗？嗯，应该快了吧。你听我跟你说，你方阿姨呀，说她侄子今天倒休，想和你见个面。啊，爸，这个我……你方阿姨很喜欢你，我答应人家了。一会儿我把地址发过去。这是跟对方律师以和解的前提下商议出的最新协议，你们看一下。我觉得其他的都好说，主要还是钱的问题。谈到了多少？195万。是这样，对方提供的资料里面呢，有一张古小姐的父母双双签字按手印的借条，上面写着于2018年9月向栾宇先生借款205万，用于全款购房，扣除婚前的10万，剩下195万。由于借款人是古小姐的父母，从法律上讲，这笔钱理应由古小姐的父母来偿还。所以呢？可是我妈当时跟我说过，这房子我们只付了首付，且这钱还是我弟弟做生意挣的，再加上我父母这些年的积蓄。这个欠条呢是复印件，原件还在他们手中。哥哥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我陪你回去，这件事情只能我自己解决。顾律师，谢谢你。哟，逃婚的新娘子回来了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你凭着一己之力把一个好好的婚礼搞得是乌烟瘴气的，你大概还不知道吧，你弟弟的婚事拜你所赐可能也要黄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那接下去栾家的事情你准备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肯定是全家人到人家栾家去赔礼道歉，赔不是。我要离婚。啊，离婚离婚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18岁的黄花大闺女吗？好好说好好说。顾乔，妈妈是过来人，妈妈太懂得这里头的利害关系了。你年纪轻轻的刚刚结婚你就离婚，你成什么了？你就是二婚知道吗？你觉得哪个男的还会喜欢你来娶一个二婚的女孩？妈妈真的是为你好。妈，这就是你为我好吗？你看现在网上不是都说吗，很多男人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，犯了错误没关系，改正错误就行了。那你犯错误怎么办？日子不过了吗？不照样过吗？你要真为我好，
就把那195万还了。什么195万？你借栾家的195万，现在立刻马上还回去。给你弟弟买房了，没了。那就把房子卖了呀。你看，他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。哎呦，顾乔，你把自己好好的幸福生活你不要了，不要就不要了，算了，不要了。那么你弟弟呢？你弟弟的幸福生活你考虑过吗？本身我们全家脸已经丢尽了，你现在还要把你弟弟结婚的房子卖了，他就更结不了婚了，怎么办？女儿啊，爸爸理解你，也尊重你，但是你说要卖房子那事儿吧，我觉得是欠考虑的。你知道你弟弟没本事，如果不是我们买这个房，你弟弟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啊。你现在说要把这个房子卖了，那这是把我和你妈往火坑里推呀。好，这房子不用买，钱我自己还，但这婚我必须离。那个钱我们也可以帮着还一点的啊。你这么点退休工资你还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顾乔，就算你要离婚，能不能等你弟弟结了婚以后你再离？我们不能两头都没了呀。你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啊？你肯定不好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女儿，你好冷静冷静啊，再仔细想一想。姐，哎呀，姐，你干嘛去啊？姐，爸妈都一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这样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还教育上我了？我把我送你的表还回。哎，别，姐，放手！你孝顺，你来。姐，你其实你条件挺好的呀，为什么来相亲啊？可能工作太忙了吧。那倒是，听说大城市工作压力挺大的，那你结婚以后打算回老家发展吗？没想过。我呢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目前工作稳定，以后呢也不太可能去上海发展的。舒美是个大公司，你可以申请回来做一个分区经理什么的，咱们呢先接触个3到5个月，如果合适的话，就一边走流程，一边备孕。啊，你放心啊，彩礼我都准备齐了，完全可以按照上海的标准来，主要是父母年纪都大了，而且想早点抱个孙子。好，那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不能生呢？不愿意去就直说，用不着那么吓人编那样荒唐的理由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？我说了你也得听啊，这不是您给我下的命令吗？我这是为你好。每个做父母的都说自己是为了儿女好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过得不好？我好，你对的好，从小你就跟我犟，因为我不是您的下属，我也用不起你这样的姑奶奶。就是他，成天像娘死了似的，一天到晚连个屁也不会放。他娘就是死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？哟，
原来还真是个娘死了的孩子呀。你再说一遍。嘿，你会说话呀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呢。娘死了的孩子，我就说你了，怎么样？嘿，你还敢打我？打他。你出来我你还敢还手。你干什么呢？欺负人是吧？走开。几班打四班的是不是？你多管闲事是吧？我就多管闲事，怎么着吧？还不快走！你给我等着，我告诉你，等着就等着。你给我等着！神气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你，我叫古乔，三班的。我叫元哥。一般的，我知道你每回都考第一，以后我能去你家和你一块写作业吗？嗯。元哥，嗯，你去过别的城市吗？嗯。那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啊？上海。上海好玩吗？还可以吧，车很多，过马路要等很久，房子都很高，看起来像怪兽一样。住在高处，那是不是离天空更近啦？是吧。那我也要去上海，元哥，将来我们一块儿去上海好吗？嗯。你不喜欢老家吗？我讨厌这里，讨厌我爸妈，最讨厌弟弟。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谢谢。我爸说上海有很多大企业，在上海读书的话，毕业了就能留在上海了。我们好好学习，考上重点中学，将来就能考上上海大学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上海。那你要帮我，我学习可没有你那么好。嗯。古乔来了，还没有吃饭吧？啊，快坐快坐。哇，我给你拿碗筷子。叔，这都是你做的吗？这么厉害？当然是我做的。那我快尝尝。我给你盛饭。好。哎呦，怎么样，我的手艺？叔，我给你打90分，那10分我怕您教。你看古乔多会说话啊！我还烧着汤呢。嗯。叔叔这把超市的盐搬回来了吗？哼。
没吃饱啊？嘘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叔叔听见了。这个点儿他早睡了。你说这叔叔也挺可怜的，就一个人，肯定也吃不好饭。他自找的，当初我妈一天三顿送到他嘴边，他还嫌这嫌那的呢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叔叔也是担心你。你说你都单身多久了，他能不担心吗？我那工作太忙了。你可别跟我说忙，这工作再忙也有时间谈恋爱。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忙，我又不想指着老头要钱。我一个人在上海飘着，每个月的生活费不都指着那点工资吗？那不忙我怎么升职加薪？哪有时间谈恋爱？你就是有病，城市病。你说你生活在大城市，这叫什么？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这么拼。也许是吧。哎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。你离了婚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能有啥打算？想办法挣钱，把那债还了呗。债我已经帮你还了。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不是偷的抢的。去洗漱了啊。顾强，要不要一起吃个散伙饭？散伙饭留着跟你下一任吃吧。当你向我走来，天边晚霞都盛开，耳边温润的风是你在说话，孤单是有你作伴，耐心的听我把苦诉个没了没完，和你不用隐瞒，和你无话不谈。我的烦恼总是比我先一步长。从结婚到离婚，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也算是破了个记录吧。怎么，后悔了？这有什么可后悔的？大不了老了咱俩一起住养老院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接下来去哪儿？带你勇闯上海滩。的解药是我无助时候的依靠，未来每分秒想陪你到老，一个小凌晨，一个小黄昏，是多么不同的两个人，另一种人生你帮我完成。你又在干嘛呢？买包。我说过，我的钱你不用急着还。如果你真的没有事情做，你不如想一下接下来有什么打算。就算没有目标，至少也要有个方向。我有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尽快还完200万。200万真的没有你的未来重要，
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睡觉吧，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啊，行，那你也早点睡啊，别折腾了。这里再拍个特写。啊，原来你们两个不只是同学关系，当年你还曾经追过袁哥。是的，不过被袁总拒绝了。哦，看来真有这么回事。副总，鸽子。袁总好。杜炳文。哇，袁总真的和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是老同学的关系了，那就不用我多介绍了。炳文就是咱们舒美新来的品牌部总监。既然你们两个还有同学这层关系，我相信未来你们两个合作起来一定会非常的默契。那是一定的。我和袁为什么将舒美新品提价十倍？是这样的，袁总，国内的低端市场呢已经饱和了，舒美想要转型必须要攻克一下高端市场，所以这次找高端品牌进行一次联名也是一次试水。品牌联名很多同行都做过，事实证明都是事倍功半。再说了，什么样的品牌联名能够让顾客甘愿买十倍的单？炳文呐，不如你先去忙，我跟鸽子再聊两句。好的。鸽子，毕竟呢，这是炳文在舒美新官上任的第一个方案，我也不好意思呢驳他的面子。哎，我记得咱们舒美近几年业绩放缓，你也曾经说过要改变的，不如给他一个机会试试喽，你觉得呢？搞联名我同意，但提价十倍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还有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。袁总，我初来乍到，很多规矩我不懂，还请你多多指教。请多指教。
指教就免了。杜总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，去忙你的吧。我知道你还在为那件事生我的气。小时候是我不懂事，不过我现在长大了。不是，哎，我怎么听说杜总和袁总是大学同学？这么巧？嗯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跟夏沫不还是高中同学吗？那可不一样，我觉得他俩关系不一般。怎么不一般了？他俩呀，要么有情，要么有仇，肯定的。上班时间八卦什么呢？工作。回来了，快，啊，洗洗手，赶紧吃饭了。这么丰盛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以后有我在，你可不许点外卖了。嗯，家呢就要有一个家的样子。以后在我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呢，你主外，我主内。行，我呢负责赚钱养家，你就负责貌美如花。哇，我们的二人世界开始了！来，快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？刚煮好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贤内好手艺，要不以后这相夫教子的活儿你也接了？好的，相公。那今天相公工作怎么样？顺利吗？顺利吧，顺利吧。我们公司新来了一位品牌总监，你猜是谁？我哪能猜到？我认识，杜老二。杜老二，他不会又是回来追你的吧？我说他上学的时候就一直被你压制着，这上了班还要做你下属，太可怜了。哼，这可怜之人呢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你说，你那是对他呀有偏见。我对他能有什么偏见？是你的立场问题好不好？哼，我也差点忘了，上学那会儿就处处被他收买。那是因为他对你好，而且是杜老二挺好的呀，家境好又聪明，学习又好，女生缘也不错。你看他跟你表白，你还……我对他没有偏见，就是单纯的不喜欢。嗯，那你喜欢什么样呢？喜欢你这样呢。行，就这么说定了，咱们明天就把事儿办了。嗯，好嘞。来，就这么定了啊。焦虑的等待着，正好我们都在同个地方，懵懂的下了车，遇到了几个过客，不投缘心事，说了也白说。